小白的便利店封面和内页对齐，使用透明胶带贴住三边，做成小口袋塞入捏捏棉，封口并收剪多余胶带，绑带贴上双面胶粘贴在封底页，同样塞棉花并封口，书籍对贴并用胶带固定上下两侧，使用透明胶带连接封面封底，收音机在底部贴上双面胶，扫描机对贴并粘在收音机旁。接下来把零食全部变成捏捏，记住四个步骤：一、对折；二、贴胶带；三、塞棉花；四、封口。圆圆的位置，用剪刀把胶带剪开，分小段粘贴平整。用双面胶贴在所有零食捏捏背后，然后摆放。最后把魔术贴或双面胶贴在绑带和示威机完成。顾客，您的东西请拿好哦。